哦，对面的林树倒了，有架过点的机会，但是呢自己可能也不是很好过点。Loki 站住之后，天霸主动不起来呀，忍了只能。那么两个人的 1v1 battle 了，单挑对面怎么封了堆烟雾弹？哇，哎呦，他在烟，这是单向烟吗？对，我想说他是不是他在烟那个快散的时候，看上去真的像那个单向烟，估计还没有散完。是，然后正好看到了对方的就是吹气的身影，就上来那个，对，上来那个。进来一个，打一个。哇，这人太多了呀，而且长得都一样，为什么？而且你看他走过来的话，哎，交错的那个距离把握度也其实刚刚好。这波真的就是你长得都一样，你。哎，你也有今天，直接被按下来的票，估计我耳膜炸了，真的。猜想一下，他手估计抖了一下，是这吓到了。你换车技术一流啊，这人丝毫未损，这车好像也没怎么冒烟，但是打掉了一个。再接一波，整体的战线比较的长。没想到吧，前点还有人。好不容易打下来一个头还被 K 了啊，被 BGP 拿下分数。咦，有颗雷想跑追哪，他往地上埋雷，我的天哪，你跑啥？哇，这次反应好快啊，知道你埋了雷，赶紧往后撤。哎，牛 happy 啊，包括 frame 其实过去也有空间可以站，嗯，对，一下脚的面积空出来的还挺多的。边被打倒一个，左侧的话，原点高点的 FTY 好像雷来了，这颗雷，这颗雷，三个人，哇塞，什么情况啊 ？GBL 被一雷直接炸没了，时间太慢了，第一个兄弟不动，今天就是 timing， 这个 timing 真的是今天我们输了一天 timing 了，这个 timing 太好了，三个人斗地主呢，搁那被 FTY 抽，这边着急进，里边就不敢动，不敢往前走，就对三人想了很久，啊，觉得三兄弟够了，嗯。想限制对方过点吗？嗯，但这么高，如果三兄弟在近点拉闸的话，就没得了呀。对，就没了，收分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准，好快乐。打掉了 lamb。KDF 看到这个信息，机会。这局复盘怎么复？复不了。教练，你不是说要同步吗？我没有打同步吗？我们很同步啊，同步吃了一个。是的。哎呦。我这开到了，我哭死了，这辆车立大功。嗯，哎，我只能说 USG 这个赛运真的不快，要睡着了。不是有点窒息啊，这一下。是的。这个时候贴过来，那萨洛特又倒了，三倒了，是不是？萨洛特是不是三倒了？之前有没有倒过？之前倒了一个人，反正我记得。对。你看他那个血，哎呦，这跳下来刚刚好被接住了呀。对。龙根。四圈是给了一个吸切，又给了一个吸切。哇，这个吸切真的切晕了，啊，DK 里面啊，救不进。抽抽把，这边这真的是，哎，终于打了一个。打不赢啊，打到打不赢 KDF 啊，那确实 KDF 好歹也是大哥。快点，哎，说早了。没有，你看，哇，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来了，这赛区大哥不是白吹的啊。是的，十七和 New Happy 在车上的一波互相一拼的。哇，这车翻了，完了，下车一瞬间都很难看到。但是小武弟弟补上伤害，把周边给放倒。现实际只倒地一个，现在对方的话是两个人还在马路对面。雷来了，哎，这个抬上去了，小心一点。这个第二个雷，他雷多呀，而且血量不够多。而且明明在扶了，在扶明明。反制啊，给一些投掷物上面的反制。哦，撤回去了。现在外面的压力确实还是有点大的，那这样的话十七也能扶人。嗯，是高点扶 M 四把枪，疯狂在抽，他要把只能撤了，把这个角度进圈的人全部给限制住，太傻。哦，有车有车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牛海比也选择同一角度要过来，但是怎么这个车胎滑了一下，在马路上在追东华，反身打，反身打，哎，他要反身打，结果两个人全倒地，再追着追着打，这没办法，这好凶啊！那主要是高点 FM 他们的位置，这种下山，车胎打滑，对面也追得这么紧，真的出枪了，王一鸣，怎么一直在往左边切，切了一局，一路向西。
4M 这个也要面临下山的问题，这个平台的木房可以待。4M 也想过来，他还是想去找个位置，对，去了这个坑了。另外一侧 Pyro 和 FTY 烂尾楼上面之后还剩下 Monster， 这个反扑已经倒三个，一瞬之间天路全部淘汰掉了 4M。 先到先得，对，这个坑主要是这个位置啊，你要是跟着这个蓝圈来还行，你是确实这个圈内也没什么，是没什么点位了，你去撞不明智啊，这撞周围枪线肯定会干扰你的。找一个就是比较偏的那种这个坑啊防区啊撞一撞，估计还能打一打。好，怪兽打掉了小左，是的，这怪兽就一个了。对，前面那波打完之后只剩下怪兽在那个破的洗车房了。嗯，而十七和 New Happy 的话也就只想办法去双方换换分数。哎，这个这出来全是 DK 啊，全是 DK 的肉了，成了。嗯，好的，最后的话这个刚刚原点 GX 也打掉了片，然后怪兽淘汰了最后一人，小北北楠呢连打带补，现在剩下小五在蓝圈里面一 v 一，很难操作了。对，两个人一 v 一了。嗯，哎呀，这是 DK 原点的枪线，五阶段的蓝圈伤害太高了，能过这条马路吗？如果不走桥下的话可能有点难过，难度有点高，除非 DK 不看他。还是选择走桥下了。嗯，但是这已经很久都没人了。 GFY 的话从这个圈的左侧近能有一大片的空图面积，对，肯定有位置，就都不好过。你看他那个路位的那个点位都不在安全区啊，高点一颗手雷上上炸到了 Savior， 然后队友扑火，可以搞的，这波赶紧搞掉之后你可以从哎，然后自己再往前面稍微压一下，人走了呀，配合上枪，是的，这个时机不好啊， GFY 听着枪声会摸过来的。GFY 三个人已经直接从头上往下面再压了，经济的机会来了。那阿童们的出枪，萨萨直接被放倒，高打低趴下，没有人看头上吧？我的天哪，没注意到头上这个点位，三个人在上面，想夫人反秒了，这尊吧干嘛呢？想拿一分，好准呐！被 Nonix 过来还是淘汰掉了 GX， 他白给一个呀，他是想拿一分再打那个救人的人。想多了有点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和天路这个时候一定得分出胜负了。是 ，DK 也太舒服了这一局。天路只剩下了匆匆一人，不过现在 GFY 手握八个淘汰，你小心小心。对，这个位置要小心。哎呀，对方是集火呀，这个没有任何的掩体，干拉下来也没留车，车肯定不够了。这摩托车如果是在上边的话就好了。但摩托车要在上面的话，九幺幺过不去了，总得留下一个。先把对面的这个窗口烟给封上，然后大脚步往前冲，这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但最终还是被脚下的 DK 给收下，两个人的枪线。哦，那要去夹 Genji 吗？大部分的注意力。嗯，然后 GFY 从右边看能不能找机会。对，打他们的 Foxy。哎，打到一个。经济这会儿如果掉头直接去打 DK 的话，那还有机会进来呗。嗯。看一下自己脚底下的，是的，旁边这个 Fox 的点还是能够针对到他们。打一个，先拿眼前的分数。先补。对方只有一个，对。是的。嗯，被淘汰。四打二。看看 DK 会不会给机会？哇，全包过来了。主要是全部被压在了一个边缘啊 ！DK 这一局也是拿到了十一个淘汰吃鸡，然后我们看到左边的实时积分板已经来到了第六名的位置。嗯。